我不喜欢女生。Hello， 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今天我收到了一个测谎仪，这真是一个神器，就是能够让你判断别人有没有说谎的东西。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在警察局啊，或者是审判的时候要用这个东西啊。以前我也开过一个测谎仪，但是这款是跟之前不一样的，这个测谎仪更加的恐怖。好，我们来打开看一下。这么简单，看见没有？有一张嘴巴，就一个测谎仪和一个说明书，很恐怖啊！等一下，我们要把手直接伸到这里面，给它装上电池。这底部是有吸盘的，开机。哇，看到没有？它就在笑了。看这里，这里就开始键，然后这里应该是模式啊，应该也是有两种模式了。我们看一下是两种模式吗？电的模式和被咬的模式。我们切换一下啊，这是震动，这是电，就是如果你说谎了就要被电。我的天！而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牙齿，它其实是会动的。仔细看一下这嘴巴里面，这嘴巴里面呢有几个钢珠一样的这个东西啊。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手放到这钢珠一样的东西上面，看看看，这个牙齿动会不会痛啊？我们现在把手伸进去感觉一下会不会痛啊？看这里啊，一二三，给我的手按摩一样，根本不会痛。那这个我就不怕了，对吧？这个头上还有指纹，莫非是有指纹的功能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指纹是没有用的，就是这个指纹是没有用的。先调一下这个震动模式啊，我先说一句真话啊，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一点都不帅，我一点都不帅。然后开始测试，怎么回事？没有反应，没有反应，没有反应，就说明我说的是真话。如果有反应了，你说假话，他会给你电击或者震动给你。那说明我刚才说的是真话，我一点都不帅。这个东西没用，骗人的。我这么帅，居然说我不帅。看一下，这应该是一个什么原理呢？我觉得就是，你摁在这里，能够通过这个东西呢，测试你的心跳频率。如果你频率很高的话，那说明你在说谎。那我们再来试一下，我是大傻逼。吓了我一跳，他说我在说谎，说明我不是大傻逼。哎呀，这个怎么感觉那么惊险？突然一下震动，我就抖了一下。那如果是电的，还不很恐怖？我们去找小猫咪来测试一下啊。我在睡觉，把它的尾巴弄进来就可以了。胖虎，你喜不喜欢我？这什么情况？你们可以把尾巴拿走。他这个是坏了吗？这说明没有感应到，没有感应到手吧？可能。我们先空着来试一下，他能不能感应得到手啊？果真是，他能感应哎，就是一定要把手放到里面，他才能开始工作。哇，这一款更加的高级啊！那我们同样再去找一下小猫咪。把你的手我放里面一下。喂，配合一下，配合一下。喂，你配合一下。小猫咪很怕这个东西。算了，我们还是对着自己测试吧。我们先直接测试三个谎言，看一下它判断的正确率高不高。我是亿万富翁。有点怕。搞错了，刚才是那个电击的模式，我还没有准备好被电击。我们现在选这种震动的模式啊。我是亿万富翁，我是亿万富翁。说明是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我就是亿万富翁。我是亿万富翁，我还拍你这个视频。我是一个女生。我的天，这。然后最后一个，看他到底对不对。我不喜欢女生。
对的，我不喜欢女生。瞎说什么呢？看来这个正确率很低啊。那么现在就是最紧张刺激的时刻，我要把它调节成那种带电的模式，我一点都不害怕被电。开始，我心跳好快，他没有电我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就我们就不说什么了，直接让他电我，求你电我，求你电我，求你电我。哎，这个东西啊，真是很刺激啊！就是如果跟你朋友一起玩的话，会更刺激。我想描述一下这个电是什么感觉啊，就是唰一下，几根针同时刺到你这个手心，然后唰一股电流就直接到心脏，抖一下。那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好玩吗？可以底下留言哦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评论、点赞、关注我哦，拜拜。